城市光天霸王，我爱死你了！洪东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哥哥就不能来看看弟弟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能来看我？ 你呀，在老大身边待久了，行了，我不老坏话了。你们俩逗我，别拉上我进来。我自己做点生意挺好的。是，当年我让你跟我去深圳，也不去。你觉得呢？跟人老大有前途。也对，当年我混的不好。那我看你现在这生意做的也不怎么地。你哪看见我生意做不好了？ 我跟你说，我刚接一大单，而且我现在还搞着副业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吧。那行，你好好干，货呢我就要这么多啊。好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什么货呀？就你这单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这城市光电是你的？嗯，我在上海。 新开的分公司，不是，你在哪成立公司我管不着啊。但是你突然来陵水找我订货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说清楚这货，我不接。你考虑清楚啊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瞧不起我？没有，我给你这单生意呢，是想保护你。 张立新和简明明可能会做对比家里的事儿，我不想你牵扯进来。少货，他们俩在一块只会互相伤害。但愿吧。当年你还小，好多事儿你不了解。嗯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来找我。货呢，你先备着，下半年的耗品说不定也得从你这儿走。长大了，做点大人事，别老天天想当王。 哎，你哥，十多年都没搭理过我，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好？这么大公司来陵水找你，这给你发压岁钱来了？你不觉得是一陷阱吗？150万的陷阱。